什么？说有一个工具，一字形的螺丝起子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？打不开，好像是因为门把坏了，卡住了。嗯，用工具把它拆下来吗？拆。把坏掉的门把拆下来了。嗯，有什么可以代替门把的吗？有把手之类的东西，把手之类的。嗯，把手，剪刀吧。安装，好像正好套上去了。你怎么死在这里？野火表演看得高兴吗？脏脏，嘿嘿嘿，这个菜单的话，你浮露出高兴的表情在做料理。欢迎光临米歇尔·达朗贝尔大人，我是这个公馆的女仆。克罗埃大小姐邀请您参加她的晚宴。嗯，好啦，接受好了。那么请您在我们去做晚餐准备之前先坐到位置上稍等片刻。桌上放着菜单列表，手指与牙齿拼盘。手指我可以理解，牙齿要怎么咬？头发沙拉、心脏精华、眼珠腌制凉拌、血液血络、内脏牛排、脂肪块、液体茶。这是什么？我没有这样下去的话，改进料理，这是奇怪的菜单。嗯，餐桌礼仪常识的书要读吗？嗯，入席时的礼仪，拉开椅子后要从左侧入座，离席时要从左侧离开。在主人展开餐厅之前是不能展开餐厅的，在主人之前展开餐厅的话，代表催促主人快点的意思。餐巾只有在擦嘴和擦手指的时候才使用，如果不使用餐巾的话，代表脏的意思。哦，用餐时的礼仪：面包在汤之后，甜点，面包在汤之后，甜点之前使用。用餐当中要离席的话，要把餐巾叠好放在椅子上。至于遇到鱼刺的时候，要把鱼反过来吃是违反礼仪的，要用刀把鱼刺慎重的取下来才行。离席，主人离席后，应将自己的餐巾解下，把弄脏的那一面轻轻叠放在里面，并放置在桌子的左侧。决定离席的时候，就是这样放置的话，就是用餐结束的标志。还有，如果把餐巾叠得非常漂亮的话，代表不是很美味的意思，稍微叠一下就好，这是礼貌的表现。书本之间夹了一张写着西式全套餐上菜顺序的笔记。开胃菜汤、鱼料理、雪落冰沙、肉料理、cheese、甜点、咖啡、红茶。现在怎样？就是，对，我现在到底要干嘛？看一下身上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好吧，出去了。好吃的真好吃，明星也坏掉了。出去了。怎么了？刚刚的菜单？所以我要改菜单的意思吗？哦，可以改。改写。
顺序是一是开胃菜，然后汤、鱼料理，然后雪落冰沙、肉料理，然后甜点。哎，错，GG 了，怎么会这样GG 了？应该是 cheese。选错了，营销工具跟剪刀，然后。先跟他讲话，接受邀请。然后要改写。感谢太太。开胃菜，汤、沙、肉。cheese，甜点，咖啡、红茶，哦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好期待晚宴，克莱大小姐，在我们在去完成晚餐准备之前，请先到作业处稍待片刻。这个 A 的女仆真的感觉怪怪的，所以我要先坐在下面嘛，然后从左边入座，左边离开嘛。这边是左边没错，就位。好，接下来是考餐桌礼仪的时间了。那么接下来就要开始上菜了。要展开餐巾吗？展开，听 可就错了，我忘记了，应该是先等主人展开餐巾，我才能展开。这个相当美味呢。下一道菜是用的是只有在这里才能抓到的鱼做的，请享用法式奶油香煎鱼排。用刀子去除鱼刺。撑的肚子都疼了，没有办法吃更多了。要把餐厅叠起来吗？不叠，我又错了。要叠起来，叠好了餐巾，不要叠好看一点。左侧，离开了座位，辛苦了。关于把你肚子撑疼那件事情，请原谅我的无礼。我只是测试你一下，有没有拯救克罗埃大小姐的资格。即使我现在身体变成这个样子，也一直在担心克莱大小姐的事，一直在注视着她。大小姐她现在变得太强，以至于无法控制自己了，一直在忍受诅咒的折磨。请你一定要救出克莱，请你一定要救出大小姐！我除了注视以外，什么都做不了了。把这拿去吧。哦。所以想要取第24号乐谱，凭你那双手一定能把克莱大小姐给解放的，真的拜托你了。这老爷，克莱的镇魂曲如果是现实存在的话，一个女仆，真的很奇怪。我先记个录吧。
然后，小提琴跟随想曲，然后，表演的小提琴不是吗？你听说了没？完全什么都没听过，没事吗？你这家伙还真是一直都是这样。反正我又对那没兴趣。女仆？那个？哦，新来的女仆吗？是的，我就是新来的女仆，我叫夏洛特。那我是皮埃尔，他是米歇尔，皮埃尔，那就请你多多指教，请多关照。米歇尔大少爷吗？不是，不是，没事，那就先退下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干嘛？没什么。刚刚那个女孩子看起来对你相当在意啊！你在说什么啊，皮埃尔？但跟我没关系。总觉得变得有趣起来了。什么？不，没事。说起来，那个大少爷，您是准备去？我只想去练习一下。那请加油。你应该回去工作了吧？那我先退下了。很奇怪的一个人。先记录吧。